量。一起为莲生活佛卢胜彦的80岁祝寿，同时他也不断在书画和佛法上精进，60年来日日从不间断。差不多从大学时代写到现在，啊，每天一定要写，这个就是佛菩萨加持的力量吧。我自己不但是写作，我也画画，那由自己的心灵的去接受这个整个天跟地自然。灵感就源源不绝。莲生活佛是真佛宗创办人，也是一位创作家，从第一本到第300本文集都希望能够传递正向能量给大家。我从开始写书的第一本，其实都有一个推力在的，你就得到书中本身的意义，你就从里面吸取了心灵的智慧，能够丰满，让你的生活能够充实。莲生活佛也以自身的绘画作为创作文集的封面，用坚韧不拔的创作精神，期许大家都能够以诚挚善良的心面对光明人生。三立新闻美国综合报道。